少先有对讲，唔就无对讲，无时间限制。你讲个清楚，什么叫人身攻击？什么叫言论自由？什么叫不同意见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孟凯书记长，谢谢，请把麦克风切掉。謝謝，那等一下，这样黄国昌突然插在我前面了。黄，你在黄总到后面。好。啊、哎呀，伊煞无去。你都要个，你要个叫我个麦克风个。我希望你公正处理，是吧？没，不是，是跟着跟柯总召无关。院长看起来是很公正。没，院长，这个跟他无关。因为柯总，这是你跟我有的事情哦。我会回到。不是，你刚就是本来说轮到我呢。不是，因为党团要。国民党团跟民主党要二次，不是，你搞我争笑的嘛？你的话，你话也都乱讲啊！刚刚是黄国昌在讲话，他们两个在吵架，我要试图制止他们两个，让他继续讲下去。上面你鬼也干，上面我就关掉。你说下一个轮到我讲，啊，就把这个牙揪掉，你的功上面上面都跳来跳去啊！你当我是什么？庄雄干长，你听我说明好吗？不是嘛？你刚是不是讲说吴世尧讲完换我，本来是该轮到我讲的嘞？他们讲的新闻的嘞？要有原则了，不要乱掉。我玩这个所谓原则，黄国昌说，黄国昌讲话就没有原则了。黄国昌讲话就没有原则。你的立场而已。什么叫看到我的立场？我在主持会，我当然要公平 啊。那你不是说轮到我吗？我说的，但是他其他党团要发言，我当然让他发言。他第二次发言，啊，不，你的麦克风当然轮到我，不，你麦指定我吗？你可以等一下啊。不，我讲你麦多点，客气干要靠腰的，多点我很忌的，我不吃你这一套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你也很爱演呐、啊。我在演什么？我也是第一次发言了。为什么你指定我了？你为什么又绕过去嘛？因为他党团其他党的提出发言，我必须要尊重他们。等他们发言完，还是会回到你身上。你马上打工，你马上打工。党团啊，庄委员拍谁？今晚往党团来。你稍微这样讲，我会舒服一点呢、啊。拍谁？现在换党团。院长，什么叫换党团了、啊？不是嘛？辛苦院长。那没有让庄委员先讲。不行，因为你党团现在要发言，除非洪孟凯。他不是党团吗？啊，我不是党团，不是轮流党团吗？啊，我不是党团。您讲归讲啊，你讲，他们讲了几次了，我都还没讲呢。我要讲重院长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讲重点中的超级重点。好，现在他们讲几次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算。第一个，副空气总都讲话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让我讲过话？我没有啊。你们三个人不要急嘛，林世明也没讲话。是你点名要等一下，接下来是我讲哎、欸，你不要叫我，你不要点名我没意见啊。请你等一下，有错误吗？黄国昌讲两次，回到你身上，什么哦，是我这个叫吼，你这个才叫吼啦。那你现在你这个才叫吼啦，我也可以挑战你啊。你是立委，我是立委啊，你只是你选出来，你叫做院长而已啊。那你继续喊吧。什么叫做我继续啊？你这是你什么态度啊？哦，我是院长，我朝野协商，那、啊、你继续喊啊，你也可以继续喊啊。我挑战你刚好而已啦！再大声一点，你也还可以大声一点呢、啊。你也可以大声一点呢、啊。你为什么制止我讲话？谁制止你讲话了？你刚刚才是轮到我，为什么你又跳过去？拍什么桌子你？嘿，我已经说过，等一下会回到你们这里。什么叫做你已经说了？是你指挥的，你但你不要才是我讲。我来，你把供给。你不要才是我讲，我都没有。我上讲过两次了吧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压会高了，因为你太不讲道理了。什么叫我不讲道理？等一下会回到民进党党团身上，你就可以发言了、啊，院长。你还是有固定的游戏规则、啊。你如果不要只刚刚才是说轮到我，我不会有意见。不要戴帽子，我耍什么权威了？从头到尾。那你为什么该你点名说施雅完轮到我的时候，你刻意跳过去给别人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黄国昌总召讲的非常清楚，每一个党团平均发言。我们刚刚讲，黄国昌讲话是圣旨啊！你们民党是你要是国民党，黄国昌已经讲两次了，那更糟糕了，院长，那更糟糕了。柯总召，柯总召拍谁？柯总召跟你无关，是院长。你现在对着我，你认为你是院长，我必须要跟你讲。刚刚黄国昌在讲的时候，是你们讲说，嘿，你尊重他，但你就变成不尊重我了。是，我就你还没有搞清楚嘛？你不要才是我，你跳别人我没意见嘛？这你本来就是你院长在朝野协商在主持嘛？你的公话说你给他跳过，你不立马给他按来一个，敢不是安尼讲？我也没说过。哎，卖讲你稳当，因为赢啦，要给你尊重的，给你尊重嘛，一定会尊重你嘛。可是你干嘛给我耍这个呢？我在耍什么？你不是才是过，你才是说接下来轮到我，我已经等偌久啊呢？庄委兄啊，天地良心，什么叫天地良心啊？我主持这个会议，我尽可能公平。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，不是挑骨头啊？什么叫我挑钢筋？你如果不才是我的话，哈、啊。